放点这个辣椒啊。一把没付款都没有吗？然后小还有几个朋友没有抢到切菜的福利的，单把的啊，你们扣个一，我让小客服再给你们补几单，多的上不了，少的是可以的。那快点补啊，别跟我抠抠搜搜的啊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上那个切菜特别抠抠。不是，让他快点啊，别跟我上不上的。卤油的制作就是放锅里面放油，放点姜蒜洋葱大葱小葱香菜芹菜，把它炒香就行了。把姜片煸香啊，姜片煸香之后直接下入牛蛙煸炒就行了。把牛蛙给我炒香啊，有没有这么吃过坛子？有吗？这不是没有这个坛子啊，这是你们买剁椒汤里面就有这个坛子的。上了没有啊？我让他上。我让他快点。切菜的没拍到的，小黄车一号那边赶紧去啊！赶紧去拍啊！让我和带风吹，带风吹，来点这个辣椒剁椒啊，整点剁椒到里面去。这个剁椒很香，非常的香啊。酱油啊，海南拍不了东西就是发不了货了。然后紫苏酱来一点就行了，不要太多，就这么一点点啊。青红椒可以怼到里面去了。喷入少许的料酒，锅边啊，放啤酒也可以。然后加点水啊，加一点点水。颜色不够的话，我们放点老抽啊。来点老抽。卤料包拍了，什么时候发货呀？48小时之内发啊，48小时之内。这个菜我跟你说就是辣菜啊，辣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盖上锅盖。温一下，一声的吼，谁用的高谁威？油烟机不错，什么牌子？方太的啊。很喜欢吃牛蛙是吧？喜欢吃牛蛙的朋友们啊，如果说喜欢吃辣的，你可以去拍这个香辣紫苏调料。我很建议你们去拍这个，喜欢吃辣的朋友，这个是一种风味，湖南。等会给你们看好吧，方太太买了个8000块钱的就行了，8000块钱的那个，你去那个旗舰店买。他有一款啊，是8000块钱，7900，现在好像涨价了。他买这个油烟机还能增值，我之前买是7900。那现在是去买的话8000多了，还能涨价，我的妈，真的。
紫苏酱，紫苏炒牛肉做了没有？没有紫苏炒牛肉啊，我炒的是牛蛙。你做的是牛蛙，用的是香辣紫苏酱做的那个香辣牛蛙啊，叫牛蛙。平常家里喜欢吃那个炒牛的烧牛啊，烧虾的部分，空牛肉啊，酱。糖枣，小糖的辣椒。还有什么菜？还有香辣排骨、鱼香肉丝，啊。这个紫苏酱它是很香的啊，紫苏的风味很浓。有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紫苏是什么东西的？这个酱可以，不然呢？因为我很少推那个酱的，知道没有？这个酱还真不错，还有一个龙虾酱，烧龙虾的酱和这个酱，这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干油烟机啊，不是一套啊，一个油烟机就8000了，不是单个油烟机啊，灶是4900，5000块钱，总共是10000多块钱，12000块钱。你现在买集成灶也这么贵，集成灶没有这个好用。最后刷点蒜苗啊。咱们来点砂锅，准备个砂锅啊，烧热。准备一个砂锅，把砂锅烧热。小坛子没有，换新的灶头。干锅酱、豆瓣酱，什么干锅酱、豆瓣酱？时代运转来了。不要换新的灶呀，这个好几年都不能换了。这个灶已经很牛逼了，一级能效。来，三个牛蛙炒一盘。能吃辣的朋友们可以去拍一下这个紫苏酱啊，相当不错，这款酱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出锅啊，准备出锅。内裤都湿了哦。